www.wonderforest.com。文娱圈新闺蜜团成立，阚清子这次终于不是和男友上头条了。近日，阚清子晒出两张照片，配文：“超美的花组合出道，大家好，我是超并艾特了张雪莹、谢依霖、奚梦瑶。”这组图片和配文是在通知大家，她们四位是圈内新的闺蜜团吗？不过看到她们胸前戴住的正是录节目的小话筒，难道又有新的真人秀综艺节目要出了吗？没错，这档新综艺就叫《女人有话说》，是由浙江卫视承办播出的，还是挺等待的呢。其中奚梦瑶与谢依霖是常驻嘉宾。这次阚清子晒出的照片也是她与张雪莹作为嘉宾参与了这档节目。你觉得她们之间是真的关系好，还是逢场作戏的塑料姐妹花？